欢迎继续收看开播大中华新闻。保养品的观光新景点，连锁大师杨金典，靠着四十年的连锁经验，将一生的作品集合起来，打造一位休闲农场。开播头一天，很多家长带着小朋友来这耍水耍耍，也成功开拓出无同款的休闲体验。来到保阳乡西湖村，会当看到这座全新的休闲农场，内底摆满连锁大师杨金典的创作作品。打拼拼就成功了哦！啊，我鼓励这个是无少年家呐，少年那有要做啥物，拢打拼一定成功了。我对我的兴趣，安尼安就对了。江苏连锁创作四十年，就因为妈妈的愿望，杨金典是将厝内农田打造成农场，内底的所有布置都是依照亲子方向来打造，囡仔会当过船、耍沙、耍水，开播当天，保阳乡长柯文平以及地方民意代表贵宾都来体验参观。很开心哦，今天受邀哦，长颈鹿休闲农场的开幕典礼。让我们埔园哈又多一个哈适合亲子游玩的休闲农地，也带动本乡的休闲产业推动。疫情之后哈，希望能够在这个长颈鹿的开幕哈，然后推动我们埔园的观光，然后在园区里面哈看到很多水泥雕像都是出自于杨老板之手，游乐设施哈非常的多元，非常适合带小朋友前来玩耍。放放电，他四十几年来的一个心血，包括他做的一个凉亭，还有泥做的一个雕塑，还有他所有的心血都在这边。那园区里面呢，他蛮自豪的，做了一些喷水池啦，这个都是他以前有做过的，他把以前有做过所有的心血都集中在这边，想呈现出他这一辈子所有的心血，让来这边欣赏参观的人呢能够了解他这边能够留下的一些东西。那因为这边呢，因为只有这一些东西呢，他还加了蛮多亲子的东西，包含是露营区、划船区，还有玩沙的区域，还有一些小朋友 DIY 的东西，这些的话呢都可以利用假日的时候让小朋友来这边呢能够更增加亲子的一个趣味。因为创作者连锁美材创意和保养乡有一个适合全家大小出门铁佗的好所在，再度替游客创造印象深刻的惊喜。大中华新闻林桂英、保阳彩虹报道。